顺便遮光跟遮雨啊。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，有时候遇到玻璃镜最麻烦，因为会反到工作人员。然后这边不是有一台那个娃娃机？刚刚拍到一半的时候，这里面都是人，就是这里是什么等等工作人员，然后结果这时候那个也就是黑龙，他说了一句：“别怕，观众朋友，你们看到镜头里面反射的那些人，全部都是我的人。”本来都要这样，可惜讲完了，然后再拍一个。来，掌声响，我要四人。